因迄桥墩拢防水防过来哩喎。立委林明进来个竹北桥现场，甲地方乡亲以及县府文化局、公路总局等单位来延续保护桥墩、恢复桥面景观的好办法。听听公路局的意见吼，看地方的意见嘛。国兴乡北港村的竹北桥，这几年来常常处在大水冲毁后修复，修复搁再被大水冲掉的状况。前后加起来已经冲掉县府文化局3000多万的复建经费，加上即马桥墩的挖坑是愈来愈严重，已经威胁到桥体安全，福田乡亲是非常烦恼，因此是拜托新北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的立委林明进来出面协调两全其美的办法。经过他们报告啊，他们好像啊把责任啊推得一干二净哈。那让我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事情总是可以用变化来解决问题嘛，不能说硬邦邦的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今天他们公路局就非常不愿意来协助啊。那么我想大家等着瞧都没有关系。面对立委林明进的不满和指责，公路总局的代表警官也是只会当真无奈表示无法度补助。他的意见是要由我们台21线北港西桥的那个改建经费里面看看是不是能够挪一点钱来做修复旧的那个糯米桥啦。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经费的来源配合合作治理计划的那个经费它是一个设备投资的经费啦，不是一个补助型的经费，所以不能做补助的支出了。我们是目前我们做路的，我们的专业是在做公路的通行啦，这个是文化古迹方面的，跟我们好像比较有困难啦，爱莫能助啦。像这个小小的问题政府是一体的，小小的问题你不来帮忙把这个丢下来让眼睁睁的要看这个纸币表被洪水冲走。我们非常的不甘愿否则的话我们就显示政府就无能我们不能让这个无能一直流传下去了。竹北桥的存在代表着国姓乡的历史发展，非常有在地保存的意义。面对公家单位推卸责任，当地民众是感觉真切心。今仔日开这个协调会，完全没有结果了。我这就你，哎，这种就是讲就是。感觉上你没有结果，你协调嘛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啦。而且我为什么就大概来，都是没有，弄完呢各个部门的一推一。贸然的再去投入经费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危险性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次能够做一个最好的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能够兼具我们未来糯米桥的一个观光休闲的发展以外也兼具它的安全性那甚至就是在让民众里面不再有这种封桥的这样的一种不好的观感今日会勘跟讨论，伫公路总局用路座表达爱莫能助之下来结束，但立委林明进无因出来放弃，并表示将邀集文化部、水利署等相关单位的官员来再次召开协调会，一定要尽速来解决竹北桥的问题甲危机。记者金鹏山采访报道。